火车上的情侣也不多，你推荐的歌我都听过，忘不了红色背心的你，抹不去我多情的思绪，我无法拉近你我的距离，这距离就像飞鸟和鱼，时间请你快一点地过，别让我一个人守日落，你一定要像晨曦一样活，不必再以我的爱娱乐。大家好啊，如果今天呢这个直播的时候你发现我的眼神有点飘呢，就对了啊，因为今天我是双开的啊，双开。实话说呢，就是在微博或者一直播上呢，这个关注足球小将的朋友呢，或者关注足球的朋友啊，基本上已经饱和了啊，所以我现在呢准备啊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啊，那一片土地上呢可能也有一些喜欢足球或者是关注中国青训的这个朋友啊，当然了，我知道，在这个平台上啊，在这个平台上呢，很多朋友主要是为了找乐，是吧？他不像在这个平台上，这个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呢，还是愿意呢去分享一些想法、思考，这都对啊。没有谁啊能代替谁的生活。那么今天的发声，首先呢，我要向一位朋友表示我内心的这种致敬啊。这位朋友姓王，叫王璞啊，璞玉的璞。他呢，其实是我的这个车友啊，一直呢在我们有2到3个群里边，就是车友群里边。那么今天呢他把这个2张照片呢发到群里啊，他此时此刻呢正在武汉啊，是作为一线的这个工作者，正在全力的投入着这场战役啊，也是牺牲了时间，也甚至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啊，一直在前线战斗啊。他在他的白大褂上啊，就是他的这个防护服后面写了董哥今晚22点发车嘛啊。当我看到这2张照片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决定无论如何呢今天晚上得发车，所以在此呢我仅代表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啊，对这位英勇的这种医务工作人员啊，此时此刻正在武汉前线辛苦工作的这位兄弟啊，致以崇高的敬意，也希望你呢能够包括和你的同事啊都能够健康啊平安归来啊，也道一声辛苦了啊。的确啊，这个疫情啊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实话说呢，这一个多月呢每一个人呢过的呢都不是说是一种正常的生活，往往呢人们这个时候呢会留恋那种平常好像熟视无睹的那样的寻常的日子，我们可以跟家人一起出去玩，可以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喝酒，可以撸撸串，可以踢踢球，但是此时此刻呢可能更多的需要在家里边啊。我注意到有一些景点，据说江西的什么地方啊，包括北京香山，现在人是越来越多了啊。的确，你像北京呢已经连续2天了吧，这个没有确诊病例的增长，但是总觉得呢再坚持一下啊，就像这个蒸馒头蒸包子啊，差不多好了，闻着味儿了，挺香的了，也上气了，这个时候呢再忍一忍，别马上掀锅盖，这一掀锅盖这一锅锅气跑了啊，你再盖上
就夹生了啊，所以大家呢再坚持坚持。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呀，已经开始复工了。总而言之呢，据说这次呢疫情啊将让中国呢损失几万亿，但是我总觉得呢，老百姓呢无非就是老百姓的钱没花出去，是吧？然后呢，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呢，我相信呢，经济还会复苏的。当然有一些机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企业，它是个季节性的。你比如说滑雪场，基本上就凉凉了，是吧？这个冬天过去了，是吧？你就说老百姓想滑雪，他也没法去了，也得就等着到年底了，是吧？冬天了，那么这大半年，你想怎么过呀？所以呢，不得不说呢，可能有一些企业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艰难吧。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啊，等疫情好了，然后上班了，老板说对不起，给你俩月工资，你先走吧，也有可能。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人在阵地在，是吧？主要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总有一些日子呢，经过苦难、经过磨难，能够过去，然后迎来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好吧？今儿就先聊到这儿，好吧？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两个平台都可以看一看，这个并不重要啊，我连预告都没有预告。也能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人。我呀自己说嘛，我说我解说了半辈子足球，是吧？好几十年。最后呢，我在这抖音上呢，我火的呢，是因为我解说斗牛。啊，我这俩，人家王健林说先实现个小目标，先弄他一个亿。我这小目标是实现了，弄了一个亿，播放量。那么呢，这一件事儿啊，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说我发的足球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人点击，啊，为什么我发了一个这个斗牛的一个配音的解说，怎么就那么多人啊？就是难以估量，我估计没多少玩抖音的人能有这两条这么火，5000多万，啊，5000多万，没有太多人。偶尔也有啊，我因为我去的晚，可能也有很多，但是呢，我就说呀，正常的情况下不会有这么多。我记得有一个三胞胎，啊，有一个三胞胎，好像那三胞两对三胞胎吧，这家里边六个孩子，那个好像能有7000多万播放，但我这也挺狠的，我这没人，我这全是牛，斗牛，最后能这么火，我就在想啊，如果。我的这个足球小将的视频，或者是足球分析的视频，能够在抖音上每一个能有这么大点击量，我告诉你，那一天一定是中国足球腾飞的一天，啊！你可以用很多的标准去衡量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腾飞，其中有一个标准就是我做的小视频能够有像斗牛的这两个这么多人看，啊，能有这么多点赞、留言5万多条。那我觉得那一天一定是中国足球腾飞了，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对足球喜闻乐见了，啊，也愿意去了解，愿意去关注，啊，愿意去分析，愿意去讨论，啊，也关注中国足球的青少年，啊，但是呢，显然这一天呢，反正我不见得能够等到了，啊，你们年轻人呢，可以呢，就是加把劲儿，好吧，把身体，弄好了。但是呢，我实话说呢，这个斗牛这个呢。你要单看画面，或者你单听我的解说都没意思，真的。我自己听，我就不看画面，我听我自己的那个配音，我都觉得什么玩意儿，没什么意思。但是只要把画面和这个配音配上，应该说呢，也没多大意思。但是呢，就是可能搞搞笑啊，就是有点搞笑。实话说呢，这是一条啊，这个我在网上随便看到的一个2分多钟的一个视频。那么为什么说这2分钟那个视频没什么人看，也没有那么大的轰动？为什么说我做了这个之后，像今天这个，啊，就是怎么就这一下就火了呢？也没有人给我推荐，啊，他有的时候体育的还帮我推荐推荐，足球的，像这个他也不给我推荐，全靠自然的这种扩散。为什么呢？我告诉你，是这样啊，我做了就是仔细分析啊，就我这个小的视频呢，有3次加工，第一次加工呢是剪辑。因为它2分45秒，我做的一个40多秒，那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一个把两分多钟的东西呢给剪成四十多秒钟。这个呢其实呢看上去不难，但是呢也得有技巧。比方说你这个画面的节奏是吧，然后你这个你到底留哪一些部分，然后你剪去哪些部分。就像你作文你写了2000字最后要交800字，那你这个剪去那1200你剪好了可能是一篇很好的作文，你剪不好呢反而呢可能啊你这浓缩的不是精华。所以呢首先呢是剪辑，那么剪辑完了之后吧还得有个内容，就你得配音，你说什么呢，哎，这个过程是一个再创作的一个过程，对吧？你有的时候说的有意思，有的内容有意思，有的没意思，是不是？那么这个说什么啊，这个就属于文本，这个是挺重要的。虽然说我也没写下来，但是呢我脑子里边是有点构思的啊。这是第二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剪辑啊，第二道工序呢是文本，第三道工序呢就是配音啊。我就说了，就是郭德纲说相声，把这个本子给你，你上台说，你肯定说不过他啊。虽然说说的都是一样的话，对不对？说的都是一样的话，说的都是一样的话，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是吧？但是呢，他不同的语调啊，尤其是这种节奏或者情绪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差异的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坦白说，这是一个技术活啊。所以抖音上的这边的朋友啊，这边的啊。这边的朋友呢应该说可能更能理解啊，我这么说完了你能理解了，说为什么单听声没什么意思，单看画面也没什么意思，怎么你配合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呢？为什么这东西怎么我做不出来呢？怎么这东西以前我没发现的有意思呢？哎，其实它是有三道工序啊。所以这也证明着一点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啊不能简单的呀这个照搬照抄啊，也不能够就是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啊。当一个就是就像一个厨子一样，是吧？一个厨子给你很多的这个佐料，是吧？但是呢你得选13香，你用几香啊，是吧？然后什么时候放啊，是吧？什么火候啊，所以这些东西就能分清楚，说一道菜为什么咱们做它就没那么好吃，为什么大厨做就那么好吃，就这个意思。所以生活呢有的时候呢也需要轻松，需要搞笑，生活需要快乐，但是呢如果你要做事情呢还得需要头脑啊。所以这就简单跟大家一分享，我说一些东西呢可能你觉得有意思，有的可能觉得没意思，这都不重要啊。我只对说觉得我说的东西他能接收了他才有意义，没接收的没意义，对吧？就像今天我在这个抖音上可能4000-5000万人看，但是这中间有多少人接收到了呢，是吧？他乐了啊，他说我最后我准备把我女朋友的爸妈扔进去啊，他觉得他朋友的爸妈人火了呢啊，为什么呢？哎，他为什么能火呢？他就是有意思，怎么有意思的呢？哎，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做事的门子。所以希望大家呢，其实这个做小视频这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啊，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啊，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有主动创造的这种力量，然后要有去找到这种做事的节奏啊。其实节奏是很重要的啊，有时候你早一秒说出一件话说出一句话和晚一秒可能就不一样，对不对？明白了吗？哎，那么这个抖音上的很多朋友呢不但了解中国足小将，连我他都不了解啊，慢慢的吧，有一些朋友呢也问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们中国足小将这个队，我什么时候能我的孩子能不能去啊，我怎么能报名啊，花多少钱呢，是吧？你们现在在哪儿训练呢？像这些呢就表明啊，他之前呢他对中国足小将基本上是不了解的，一无所知。我是这么分析的啊，如果你之前呢对中国足小将一点都不知道，我只能说呢可能你所在那个地区那个足球的气氛呢可能会弱一点，我个人感觉啊，可能你就闷头练来着，或者那个地方消息也比较闭塞啊，信息呢也不是很通畅，所以你也根本不了解中国足小将。但我坚信呢，在大的城市凡是这些足球青少年发展的比较蓬勃的
城市里边，我相信呢，这么大孩子的家长应该都能够大体上都知道，是吧？你甭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承认还是不承认，认可还是不认可，是吧？所以，我只能说呢，中国足小将呢，你这样，你呢，把那个每天呢刷这个什么音的这个，抖音的这个功夫呢，你腾出来点，你到微博上搜一搜，你中国足小将，对吧？我们既有这个中国足小将的这个球探组，是吧？也有中国足小将的官方的微博啊，你也都可以去发私信问一问啊，你也可以到我这个微博上看一看啊，基本上你就能了解了。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从这个一直播过去的朋友，很多朋友成了我的义务宣传员，哎，他们有时候呢看底下有留言，谁问什么的，他帮着给回答，啊，说这中国足小将不花钱，啊，只要你这个参加比赛，然后或者是把视频给他们，啊，只要你孩子足够优秀，啊，就免费的就可以加入中国足小将，你要特别优秀的，没准将来还能够到清华，啊，附中来学习。啊，现在都已经十几个都去了，啊，所以也得感谢啊，这个一直播的很多的朋友啊，但是一直播的朋友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腼腆，啊，不像这抖音的朋友可能比较豪放，是吧？比较豪放。今天呢，我主要聊一聊这个国足的名单，啊，这个很多的朋友呢，虽然说，这个可能每天呢也都关注着疫情啊，或者是以各种。学习工作呀，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中国球迷的话呢，他肯定会关注这个，国足的风吹草动，啊，其实呢，在比方说在抖音上啊，包括在微博上啊，就是凡是这个讽刺挖苦国足的段子啊，或者什么视频是吧，或者是什么梗啊，都会有很多很多人呢去看啊，很多人的去浏览。啊，那么我呢，基本上呢，我不讽刺，不挖苦，啊，但是呢，我会很关心他，啊，因为毕竟呢，国足呢是一个国家呢这足球最高水平的一个代表。那么现在呢，基本面是这样的，我们肯定是短时间内呢是不可能承办主场比赛了，啊，所以就把主场挪到泰国了，啊，因为国家体育总局也说了，4月30号啊，明令，4月30号之前呢是明令。啊，不能够这个，举办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的，啊，4月30号之前，而3月26号呢就开打了。当然，中国队头两个对手啊，相对来讲比较弱，是吧？马尔代夫和这个什么关岛，啊，所以呢，今天呢公布的这个李铁的国家队的最新的名单呢，也是引发了一定的热议啊。引发了一定热议。这个名单呢，一共26个人。这26个人的组成部分呢，基本上都是李铁这个上任以来，啊，通过这个东亚杯，啊，然后再通过东亚杯之后的一个集训，啊，最后呢锁定的这个人群当中，啊，他挑选了这26个队员。当然，这里边呢，有的朋友一上来就开始喊，哎，为什么没他？为什么没有他？这里边呢，一定有原因，啊，他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啊，你比如说。大家关心的韦世豪、曹云定，说这两个边路的怎么没有啊？啊，干嘛呀？那么实际上呢，两个人都是有伤啊，啊，一个是恒大的，一个是申花的，啊，是所谓因伤缺席本次集训，因为这个集训呢，时间还是有足够的富裕的。你比方说他27号集中到北京，他有一些队员都在国外，都在迪拜呢。有一些队员在国内回来了，你比方说山东啊、江苏啊，什么华夏幸福啊，什么从国外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呢，可能现在正在，调整休息，然后呢，2月27号就集中在北京，干嘛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相关的规定，你想出国呀，你得先排查一下啊，测测体温呐，看一看你这个有没有什么症状啊，是吧？所以3月3号有一周时间呢，跟这儿跑跑颠颠啊，然后隔离隔离，检查检查，没事了，走啊，去奔迪拜，然后跟这个在迪拜的这些国脚，什么富力啊、恒大呀，哎，再汇合啊，然后呢，这个进行一训练啊，然后提前个10天7天的啊，奔泰国啊，然后打这个外围赛啊。吴磊呢，可能训练不参加，吴磊那边保级焦头烂额。啊，到时候可能直接啊飞泰国就完了啊，
就这么一个背景啊。所以落选的队员呢，肯定有李铁想要的。你比方说韦世豪、曹云定，像这个特点的队员啊，即使说是打弱队，你可能觉得用不上啊，或者说是这个有别的想法，但是你将来你想打强队，是吧？你别说哦什么十二强赛、十强赛，你就打叙利亚，你没点反击的手段也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呢，这都别着急啊，韦世豪的球迷啊，什么曹云定的球迷啊，就别着急啊，等着。如果说伤好了，在这个3月26号之前啊，能够有这个机会，那有些队员可能还会有调整。你保不齐有这个训练的时候有伤的啊，有病的，然后呢再跳。你想啊，带领女足打那么重要的比赛，王霜呢因为被困武汉啊，最后呢也就没有特别死乞白赖的呢拉着王霜来啊，因为这里边呢可能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是吧？你比如说你来了之后完了又得隔离，隔离了10天、7天、8天，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呢？所以呢可能呢这个由于这个比赛啊，这个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李铁啊我估计啊能用啊能来万不得已他可能也就这些人了，因为你现在26个，他最后报名呢也就23个，是吧？还有3个富裕啊，这3个有受伤的或者什么情况呢就退下去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总体来讲呢，这26个人应该呢就是接下来我们在3月26号这个重新打响的40强赛，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中国队的基本阵容啊。那么这里边呢，你说有挺奇怪的，就是中国你说花那么大劲儿是吧，规划了好几个，你说怎么最后怎么都这就剩一个了，独苗了，就剩个艾克森，也就是埃尔克森，是吧？李可没了啊，什么洛国富啊，什么阿兰啊，高拉特就更别说了，高拉特这真是人生赢家，是吧？你说踢着踢着吧，完了走了完了，那又给弄回来了，弄回来完之后一个伤兵啊，弄完伤之后呢，你甭说踢国家队了，恒大都不报名了，完了一年能挣8000万，你说他们这找谁说理去呢？你说是吧？所以就有些事儿吧，就是反正你也不知道是中国人是缺钱呢还是不缺钱。总而言之呢，就是肯定是有钱，但有钱呢没花好，没花好呢咱们觉得心疼，说1年8000万，你说这不打水漂了吗？是吧？完了还给了一本中国国籍，对吧？他等于说相当于8000万买了一本中国国籍护照，但是呢对于有钱人来讲呢，他不在意这个，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东西吧，有钱人的世界和思想是我们没那么多钱的人是没法理解啊，没法理解，人亏就亏了，啊，亏就亏了，就像很多投资公司，挖下一头投500个公司，说有400多个都倒闭了，倒就倒呗，哇，一个公司投了500万的，哎，那都不算钱，你看他问都不问，管都不管，你明白吗？你都难以相信吧？有很多有钱人买了1个多亿买了个别墅，扔到怀柔，不是扔到这个顺义，扔了3年。没人管，都不知道完了，钥匙都不知道放哪儿了，啊，这就是有钱人，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东西呢，也就没法比较了。但是总而言之呢，我总觉得呢，这个规划国脚的规划，目前来看呢，不大成功，啊，不大成功，啊，就一个这个埃尔克森，现在能进26名单，对吧？你说这，你说这花那么大劲儿，你说弄5、6个，你说这干嘛呢？啊，但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啊。然后呢，应该说呢，这个李铁呀，现在是春风得意啊，李铁春风得意。因为铁子本身呢有这狠劲儿啊，人呐，你要想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人家头啊恨不得10年8年就立下了。要当国家队主教练的这一决心和信心，然后呢就是又辅佐里皮啊，完了又在国家队又潜伏着呀，人家都在积蓄着力量啊，只有一天机会来了，所谓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哎，李铁直接信心满满就上去了啊。那应当说呢，李铁呢还是比较敬业啊，比较有头脑的这么一个年富力强的，新一代的中生的这个教练啊。
李铁呢，这个人的这个性格个性啊是比较倔的，啊，他是比较倔的，啊，平常呢话不多，是吧？吹吹头发，但是呢，我觉得他自己有自己的非常鲜明的想法。你比方说头几年他把自己3000万拿出来之后，在沈阳，啊，有没有沈阳的朋友？有没有沈阳的朋友？啊，在沈阳弄了个李铁公园，李铁足球公园。你想那个时候用自己的钱，啊，敢砸进去，那真是有魄力，啊。现在中国有一些退役球员做点什么事儿啊，都得是什么呢？都得用别人的钱，是吧？大家都明白，现在就得用别人的钱，用银行的钱，是吧？干自己的事儿啊，这是中国社会普遍的一种认知，是吧？但是李铁人家就缺自己100%，啊，直接投进去，啊，直接投进去。啊，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想好的事儿啊，一般人8匹马拉不回来。这样的性格呢，其实呢，在中国呀是容易啊，第一是容易啊干到一定程度，啊，而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比较笃定，啊，他比较自信，比较笃定，比较执着，比较有执念，啊，然后呢又有自己的主张，是吧？这样的人呢，其实实话说呢，这样的总体性格。是一个在中国是可以混到，不是混的，就是可以成长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就相当于啊，你要是在一个公司里边，就这样的人和性格，怎么着能做到一个副总经理，能到这儿，啊，不可能说就是一项目经理不会，但是就这样的性格呢，本身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双重作用，啊，也有一定双重作用。沈祥福、高洪波、李铁是有非常多相像的地方，你琢磨琢磨。沈祥福、高洪波、李铁是有非常多的相像的地方，不是说什么凶狠，不是，就是对自己也挺狠，对事儿、对人都挺，就是他有这个狠劲儿，啊，就我要干，我就给他怼到底，啊。另外呢，不言不语，没有这么太多的高调。是吧？啊，再有就是比较都是性格比较倔，这个倔呀，有的时候呢它是好事，为什么呢？他不听别人的，是吧？天王老子我也敢跟他对抗，啊！你像沈祥福当年说带国安有一次打这个足协杯输给辽宁了，啊，在主场输给辽宁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老的球迷能记着，啊，记得那时候夏天7月份，啊，沈祥福踢完了之后，一堆球迷喊沈祥福下课，沈祥福下课。啊，沈祥福啊，我跟着他，啊，一块儿呢，回到这个他那个小白楼这个宿舍，是吧？一进屋之后，先脱衣服，为什么？全都是汗呐！听光五四脱衣服，就剩一小裤衩了。我在旁边，就我们俩人，啊，拿起电话来，啊，给谁打呢？给这个国安当时的这个常务副总经理杨祖武，给他打电话，啊，拿起来之后，以前都叫，哎呦，杨总是吧？那次直接拿起来，下午啊，我跟你说啊。什么叫虾五呢？因为杨祖武啊，以前呢在北京这圈里啊，有一外号叫虾五，就说他眼睛有时候看不太清楚。虾五，我跟你说啊，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啊，我沈祥福我辞职了啊，不要劝我，我就辞职了啊，就这样，看，就当我的面，这是100%的，我亲眼所见，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当然后来呢，我们又劝他一点点的，他又回心转意了，但就在那一刻，他的这种冲动啊，或者是我就觉得我这个可能没赢，我丢人了。丢人了我自己担当啊，我承认，我算了，我不干了啊，就这样的性格。还有一个就是说啊，这些人呢，高洪波沈祥福、高洪波和李铁呀，其实都是属于啊，他要是信任的人啊，就是他会分是不是他的人，是不是他信任的人，谁对我好了，为我卖命了，那我记他一辈子啊，谁跟我这有二心，那我绝对啊排除在外，就是一点都不留余地。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留着就有可能啊，现在是个良性的，啊，长着长着可能就变成癌症了，啊，所以当年呢，这个沈祥福看上的，比方说有一年是打这个延边敖东，是吧？关键时刻可能是南方进了一个球，那是他最危险的时候，啊，南方进了一个球，结果从此以后一直到赛季结束。南方必须首发，啊，之前是替补，啊，
有了这个球之后，他觉得这孩子为我卖命啊，关键时刻给我顶上了，是吧？啊，救我于水火之中。好，从现在开始我就用你。为什么要用？用为什么用的是个好事儿？对他，用就有奖金呢，相当于给钱呢，对不对？好，我就用你，开始打前锋用你啊。他前锋老不进球，算了，打前卫吧。打前卫也表现的一般，没打后卫，边后卫。啊，这位置反正责任不大，你踢，啊，就这样。高洪波呢也多疑，啊，高洪波走哪儿跟哪儿大佬干，是不是？当年在亚太呢，也是这个杜振宇什么的也弄得不欢而散，是不是？就是他包括打国家队的时候，郑智他也给不用了，为什么？他觉得郑智管不了啊，是吧？你想想，这次国家队26个人，人最多的是恒大，那必然恒大最多的时候恨不得90个。国家队是不是现在最多5个，再往下数呢是国安，啊，和谁呢？和武汉，等于说是什么上港啊，什么江苏啊，山东啊，1个2个的，2个3个的，武汉4个，啊，武汉4个，国安4个，恒大5个，那就说明呢，这个武汉的这个队员肯定是这4个在为李铁。那是效犬马之劳，啊，一定是武汉卓尔这个队里面最能够给李铁扛事儿的。关键时刻，这小哥几个门将董春雨是吧？李哈，这哥几个一定捂了，握在手里边怕化了。为什么？小哥几个真给我长脸。你不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你有好事，你是不是也得给哥几个带着？说这现在入个国家队有什么好事？什么好事？顶薪呢，1200万啊！没入国家队最多1000万啊，相当于这一名额就至少200万，对吧？那杨帆来国安年薪1200万，为什么呀？跛脚啊，进了李铁的国家队了，虽然这次没来，对吧？没来没关系，你进过呀，相当于你有这个标签啊，给你贴上了，对吧？那时候出场的时候在屁股上崩盖一蓝章啊。是吧？合格，是不是？像这就200万，明白了吗？所以呢，这都是这一脉下来。高洪波当时就是玩命，就是往死里用这个叫一个叫杨浩，一个叫邓卓翔，对不对？有没有朋友还记着？哎，有很多人说他俩不行，这那没有，不听，就是这个啊，郑智都不用啊，这就是。你说这个好还是不好呢？实话说，你不能简单的来评论，因为如果换成你或者换成我，也有可能会像这几位这样这么思维，因为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一个思维啊。中国人就说好的坏的，你的我的，是吧？然后呢，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不可以信任的，就这么简单一区分。啊，就画圈嘛，是吧？永远都是站队嘛，往哪儿站吧？咱们这个从官场上，一直到这个生意场上，还是到日常，全都是站队，是吧？都站队。一个公司里边，你是跟着总经理的，还是跟着副总经理的？对，就看最后是吧？这就站队文化啊啊，往大了说叫圈子文化，一个圈子一个圈子的。啊，一个圈子一个圈子的，这个东西呢是根深蒂固的，也改不了。一切看什么呢？看疗效，对吧？你就说李铁，你整个用武汉卓尔，最后你能带着中国队打进世界杯，我觉得也是值得。你用谁是吧？你明天后天什么李航、李行、李不行，都会能够打出去就完了，啊。另外呢，其实我觉得李铁现在非常的自信。啊，他非常自信。啊，第一呢，他觉得呢，因为他干过很多的中国教练、外国教练，他跟了这么多，是吧？他觉得呢，他还是可以的，他觉得不差，啊，很自信。啊，另外一个带武汉卓尔啊，去年打的也不错啊，还赢恒大什么的，打的不错，所以呢，信心一下起来了，信心起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不怕不怕什么。其实他也知道啊，他在这个位置上啊，不见得说一看就能一竿子能干到很久，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你四十强赛打了，出线了，进这个十二强赛，十二强赛万一头两场一平一负，有没有可能换帅？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在中国国家队的这个主教练的位置上，里皮最后都那么回事儿，你想想啊，包括希丁克来了之后也稀里糊涂也就下去了。所以呢，本身呢这个工作呀也不是什么多稳定，你再加上之前有高洪波这前车之鉴，是不是？高洪波啊，打着打着那个都踢下去了，换了。所以呢，李铁本身呢说一般来讲会有点后顾之忧，这万一这是什么呢？这万一这个国家队没弄好，完了我再继续干呢，我怎么办呢？其实呢，我感觉呀，武汉卓尔现在还是李铁的。我因为我不知道内幕啊，但我这么感觉啊，我觉得李铁团队仍然在武汉卓尔这支俱乐部里边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说他们全国端可能得端到这个国家队了，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有没有武汉的朋友，我觉得可能啊，这个武汉卓尔这边随时就是跟你李铁已经说好了，铁子你到国家队好好干，是吧？如果说将来说不行，是吧？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回来，妈回来，回来继续咱们武汉卓尔，妈。所以呢，一个人呢，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时候，那么他必然呢，他就会更加坚定，啊，更加坚信，说我就这么干。我与其我听别人的，与其我这个钱就是占患得患失啊，与其我投鼠忌器啊，犹犹豫豫唯唯诺诺啊，然后我还不如我就怎么想我就这么干，我就这么干，我对无怨无悔啊，不行我就走完了我还有地儿。所以这个是符合李铁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处境，再加上他这个性格本身，所以决定了他想的事儿就这么干。你不是说很多人说武汉什么我认人为亲吗？我就认了。你还别说，你要想让李铁不带这四个人，你就玩命得夸这四个人。你说铁哥你带四个太少，武汉卓尔这样队您带亲自带过来的，这怎么着应该也得在国家队占据半壁江山啊，弄七八个我看都已经算是给其他国脚面子了，弄十个都没问题。你得这么聊，你这么聊呢，他呢，我不听，凭什么听你的？你说这要换卓尔就要做完卓尔啊，这不就掉俩？哎，就这样，这是属于顺毛驴儿啊。有人说卡了是吗？卡了吗？人这边没卡，是不是？好了是吧？有人说卡就那边去。这边去这边就是可以，也不用验证码什么的。这边不卡是吧？小阴这边不卡是吧？小一这边卡是吧？那都去小阴呗。啊，去小斗啊。这边叫小斗，这边叫小一小斗，好吧，来小斗刷一遍啊，小斗没什么人，小斗这边显示2700多人啊，而且还有差不多2100多人一进来懵了，不知道谁，不认识我啊。这边有点人小斗不敢。小一这边啊，人鱼龙比较混杂。小一，是不是小一这边？啊，可以吗？有没有从小一奔小斗去的？完，小斗有没有知道小一的？那么小斗跟小一这第一次这双开感觉怎么样？小斗这边呢，我觉得好像，一会儿给我送点这个，送点那个，不用，别那么客气。小一这边呢，一直都抠的好几年了，小一这边的好几年了，跟这蹭车蹭1000多趟啊。小斗这边刚进来不懂啊，没关系，是吧？
小一这边的主要特点就是一般10点钟开播，10:05睡70%，70%就睡了。小斗人家你别看人少，个个都特别精神，有时候一刷刷后半夜4点多，是吗？是不是小斗？哎，对呀。好了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李铁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啊。所以我是觉得呢，你不能用简单的一个什么定义来衡量它啊，什么球迷还什么任人唯亲呐，或者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在中国呢，在他看来呢，他认为啊，可能有一些队员是不可或缺的，你比方说郝俊敏呐，是不是，或者说是吴曦呀，是吧，这样的队员他认为啊，张琳芃啊，这都属于铁杆。他说剩下的没准啊，在李铁看来啊，谁和谁都差不多啊，有点区别。谁跟谁什么区别呢？相当于是诸葛亮、孔明和卧龙先生的区别，用谁都差不了太多啊。那么为什么不用我熟悉的？为什么不用？哎呦，这边这个动不动就跳出点玩意儿啊，小斗啊，小斗这帮已经习惯了刷礼物了，但是在我这儿你不用，真的。我一般我都拒绝给我礼物，你留着点钱好吗？你给别人刷去，好吧？你就没事你给我这儿来看看，如果青训的内容你点个赞就行，好吧？啊，不用给我刷礼物啊，因为你刷这礼物也没法让我富裕，是吧？你该买不起的东西还买不起，所以没什么用，啊，坦白说。小一这边的就不用了，你这么装也没有用。你要有这心，你过去2-3年你早刷了，是吧？你别现在你没事你弄个泡泡什么的，是吧？1分钱15个的，你给我弄这何必呢？咱们实在点好不好？抠就是抠，没什么啊，好吗？小斗这边，买瓜子儿，对，买瓜子儿也可以，好吧？哎呀。别着急，缓一缓啊，缓一缓。是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今天那配音里边不是说了吗？干嘛？这几个干啥的？鲁能的呀？
回去看球去啊，是吧？来个西班牙的馅饼啊，又开始点餐了啊，就港岛妹妹是吧？不唱港岛妹妹。好，咱接着说啊，接着说。所以呢，当你了解了这个李铁的这个现实处境和性格个性的时候呢，所以呢，我们呢还是给予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啊，给予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反正呢，这个你像李皮没有解决的问题，我相信呢，可能李挺能解决一点。李皮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其实李皮一直没有解决一个跟这个国脚啊同舟与共啊同舟共济，是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吊起膀子一块干的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最后李皮说：“哎呀，我这队员不卖力气，或者说他总觉得好像队员在场上发挥的根本不像训练什么的。”这就是其实是教练的问题，不是队员的问题，对吧？你说你最后你弄的你自己的兵，最后都不给你卖命，那可不是你的问题吗？你能说是兵的问题吗？对不对？但是所以李铁呢非常清楚为什么李皮没带好，就是李皮呢用了一些人呢，这或者是用的这些人呢用错了，或者就是呢你用了这人你没有维护这些人。那么李铁呢知道维护这件事儿啊比较累，是吧？天天你说哈着嘘寒问暖，哎呦伟哥，你那个不是伟哥呀，那个小伟，哎呦小伟，你这腿怎么伤了没有？哎呦，俊敏，你这怎么样？那个还行，说，哎呦，吴磊怎么样？在西班牙人踢后腰踢还可以吧？防守，哎呦呦，他这么天天累呀，gentleman 累，就是真他妈累，啊，所以呢，李铁索性干脆啊，就从根儿上，就是先分清楚哪是我的人啊，打电话怎么着？哎，哥们儿，我现在当主教练了，你愿不愿意来？就是跟哥哥一块干一场，给哥哥卖卖命，有没有这心？没事儿。啊，你要说你有点含糊，你想自己在俱乐部里多挣点钱，说不想来国家队可以，你跟我说清楚啊，想来没问题，来了咱就踏实就一块儿，哥也会记着你就好，是吧？你给哥卖命不就这么回事吗？是吧？我现在反正40多岁，你自己看着办行不行？好啊，反正你在国脚这资格之后完了之后，你就顶薪反正多200万，你自己琢磨着，是吧？想来就踏实好好踢，别惹事儿，就跟哥一块干行吗？行不行？可以吗？行是吧？真的可以吗？说好了咱们好啊，拉钩上吊100年不带变的好吗？行吗？可以，好，来，好，下一个。喂，怎么着，弟兄弟，哥们，我李铁啊，我是国家队主教练，对，我觉得你踢的不错，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就问你，你想不来？你可以说不来，没问题，我能理解。你今年多少了？31了是吧？不想来了是吧？想在俱乐部多挣点钱是吧？可以啊，哥理解。那行，那就这么是吧？还想来是吧？也行，你来我肯定欢迎，对不对？你来，你踏实实是吧？我就问你，咱说好了，来我这儿跟我这儿就得一条心，啊，你也别惹事儿，别给哥出难题，行不行？咱们踏踏实实把这事儿弄好了，是吧？将来咱们一块儿，把中国足球给弄上去，是吧？打世界杯完了，咱们是不是共赢？是不是？我这边没怎么着，你那边你琢磨琢磨，你的广告你代言，对吧？你的俱乐部的顶薪，是吧？国家给你的奖励你自己算一算，大概能值多少钱，是吧？你觉得行你就来。你可以不来啊，哥再跟你说一遍，你可以不来，我理解，你可以不来国家队，没关系，好吗？你说不来，哥就把电话挂了，好吗？就来吗？是吗？一定来是吧？什么啊？跟着哥干是吧？怎么着？不惹事是吧？他是吗？好，行，那就这样啊，那我就这样，我先把9号给你，好吗？好，行，哎，就这样，凡是来的，咱就丑话前面。凡是来的就是好好踏实训练啊，一条心跟着我一块干。李皮呢不知道，李皮说稀里糊涂来了，就跟这小狗里边的一堆人来了，我不知道是干嘛的，他也不知道我干嘛的，是吧？他不像小一这儿，对吧？小一这儿这不是上车上了好几年了。小斗这边呢很多游客，哎呦我去，你妈刷一刷，哎呦你妈长成这样也可以开直播的啊，是吧？小斗这边是这个情况，是吧？所以小一这边呢我就不用刷了，对吧？小一肯定是知道我的，愿意上我车的，对不对？不愿意花钱的，是吧？就这些人，对啊。
你说你愿意花钱，愿意花钱，哎，那个什么呢？那个卖瓜子儿的呢？瓜子儿都买了没有？这边没有，这边有瓜子儿吗？我也不知道。嗯。啊，是吧？好吧，对。所以呢，李铁呢，就是凡是来的人，那都是百分之百的，这倒好了。啊，这就不用做什么思想工作了，你都给我打了保票了，对吧？你给我踏踏实实了，是不是？你要不然你犹豫的你就没来。哎，所以李铁呢就招了这些人，啊。那么这一次呢，一共26个人，门将位置呢，严俊凌，严俊凌现在成上港独苗了，你发现了吗？上海上港这样一个队伍，也算是重金打造的队伍，现在啊，只有一个国脚还是个门将。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石科啊，贺冠呢，王申超呢，于海呢，蔡慧康啊，上次还有呢，现在估计一量腰围啊又涨了，不来了啊，陈彬彬啊，没了，李胜龙，这都现在表现的还都不错的，是吧？吕文君没了，嗯，全没了。所以呢，就是严俊凌独苗了，啊，严俊凌如果再没一首一没首发，你发现场上见不着上港的队员了，啊，这也是中超，也算作是这个啊，这个数一数二的队伍。这有主播跟我连线，实力相近，你算了，别闹了，啊，所以守门员严俊凌。啊，从目前来看呢，严俊凌跟这个刘殿座呀，这哥俩还有的一争。我告诉你，真说不好李铁用谁。啊，严俊凌啊，别的都没有问题，严俊凌就脚下弱一点。啊，从小啊可能光练扑球，没怎么练脚下。刘殿座的比他稍略微强一点，但也有限，有限呢。啊，也是有限啊。董春雨呢，应该讲呢，武汉卓尔表现的也是不错的。啊，但是呢先备着啊，因为门将这位置也挺重要的，对吧？三号门将也得必须得带着啊，你不能说带俩门将去，万一折一个呢，是吧？不是万一也伤了一个呢，另外一个上去了，再有呢，哎，所以呢门将这基本上也没什么别的了，曾诚啊告老还乡了，是吧？基本上王大雷这边呢老有伤啊，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未来一段时间呢就这哥仨了。那么后卫线呢，应该说呢也是有老有新。你要说从老的角度来讲，于大宝算老的吧，啊，比较老了。于大宝、张林鹏这都算老的。于大宝呢，里皮啊根本看不上于大宝打后卫。里皮呢以前呢老带着于大宝，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于大宝是个福将啊。你比方说那年呢在这个长沙打韩国，就于大宝进了球，是不是？然后亚洲杯小组赛的时候，于大宝踢的也不错，所以里皮呢一直对于大宝啊踢前锋还是有点这个认可的。后来呢被国安呢这边给人后卫了啊，里皮你想意大利出身的，意大利都是防守反击的鼻祖啊，里皮的眼光里面于大宝踢后卫可能呢还不如那个眼贾宝玉，那叫什么来着，于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挺高那个孩子，我们那一块录过综艺呢，好几个女朋友，那个叫什么于什么来着，于小彤，对，说于大宝踢还不如于小彤呢啊。但是李铁坚决认为于大宝可以，这也是因为什么呢？可能啊从后卫的角度来讲，经验非常重要啊，哪怕于大宝是可能有的时候啊在国安呢也会表现后卫线上会有一点这个失误，但是总体来讲呢，于大宝呢这个毕竟踢了这么多年球了，也是海归，是吧？也在国家队里打了不少场比赛了，所以呢于大宝的继续入选和这个朱晨杰的落选，其实也就是说李铁对于中国球员的衡量还是关键时刻看老将，尤其是后防线得有老将啊，得有老将啊，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判断是要通过经验的来记的，说这个球我是提前收一步我还是上去，
这个球我是防他内线还是防他外线，这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就是一念之差啊。那么江湖老手可能这个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你比方有的人情场高手是吧，然后这女孩说呢，哎呀这么晚了，要不咱们就回去吧。哎，这句话要是情场老手，他可能啊就会知道这个女的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但是呢如果是初出茅庐的是吧，那女孩说，哎呀这么晚咱们回去吧，好我现在送你回去，回你们家，这可能就会选。但是人家女孩那意思是不想回家，是吧，所以这就靠经验啊，主要靠经验，好吧，靠经验。所以于大宝和张林鹏啊，这俩呢，虽然说张林鹏这东亚杯还有这个失误是吧，不是打这个叙利亚还有一个失误，但是呢李铁还会给他这个更多的这个信任啊。其实张林鹏啊还是个边后卫啊，他不像这拉莫斯最早也是打边后卫，后来打中卫是吧，都可以胜任。但是总体来讲呢，张林鹏啊还是适合于打边后卫，但实在是中国呀这优秀的中卫是太少了啊。还好现在上还有一个李昂呢，上次集训中足出去了啊，说是得了有什么怪病，后来发现呢没有啊，只是一个可能有一个怀疑，疑似病例，最后没确诊啊，出院了，已经出院了啊。然后就是高准翼啊，高准翼啊年少成名，一度呢大家认为这未来15年中国队的中卫就是高准翼的了，后来在恒大这边啊好像也是有点也差点意思啊。但是有一次这个恒大是最后一场跟谁呀 啊最后时刻补门是吧，那个挺英勇的啊，那场比赛最后时刻差点把这到煮熟的鸭子飞了啊。所以呢高准翼呢可能是作为一个，他也不算太年轻，他至少比这个朱晨杰呀要有经验一些，而且在日本也踢过。所以中卫就这四个人，于德宝、张林鹏、高准翼、李昂啊。其中呢这个于大宝呢和李昂啊可以打左中卫啊，高准翼和张林鹏能打右中卫啊，等于这个两个中卫的位置上各有两个人选啊。那可能在李铁的这个阵容当中，那可能张林鹏、李昂啊会可能是一号组合。为什么呢？因为李昂啊毕竟是专业后卫出身，另外呢李昂是左脚，纯左脚啊，还有一脚任意球啊，是不是。那再加上张林鹏啊，这哥俩如果不出意外啊，可能是中卫的第一组合。左后卫呢，一个是比较现在比较热的一个李磊是吧，里皮带的时候也是李磊啊，每次入选都是去的时候挺好啊，练着练着伤了回来了，正式比赛打不了，这就是李磊啊。但最近可能好了啊，所以打的比赛也比较多啊。所以李磊呢这个应该说呢是中国队目前在左后卫位置上，由于李学鹏啊这个伤刚刚好啊，所以呢李磊呢是很有可能是成为主力左后卫的啊。还有一个呢也是老人姜志鹏啊，我觉得李铁啊这把姜志鹏啊又给挖了出来了。这当时呢这个里皮啊已经把姜志鹏啊给判了无期徒刑了啊，因为打伊朗那次失误啊给判了啊不要用了。没想到呢李铁一朝天子一朝臣，李铁这一上台之后直接把姜志鹏给招回来了啊，直接给招回来了。其实呢姜志鹏啊是一个踢得不错的，但是他更是像是一个翼卫。所以李铁呢让他打左后卫，如果四后卫体系打左后卫反正也有的时候也会有点问题啊，但是他有助攻啊，
沿着左路听光武寺的，有点像我们这个黄宇超是吧，足球小将的黄宇超是吧。这是左后卫啊，就是李磊、姜志鹏。右后卫呢，一个叫明天啊，东亚杯什么已经打了，还有就是唐淼啊。唐淼呢应该说数据不错啊，在这个广州富力这右路的助攻数据是相当不错的，身体也不错啊，看上去也比较自律啊。明天呢是李铁的爱将啊，应该说小伙子有一定的特点啊，体能也非常好，也敢拼。说实在不行呢，那可能于德宝跟李昂啊踢俩中卫啊。说右边明天可能含糊，唐淼呢这国际比赛打的不多，那就用张琳芃吧，也有可能啊。然后就中场，中场呢其实啊，这个蒿俊闵、吴曦这是两个铁打的主力啊，这就根本改不了。然后呢李可没用啊，留的是谁呢？池忠国、李航和这徐昕。你要说是韦世豪和这个曹云定是因为有伤所以没有入选，那么李可肯定是没伤的。李可啊，因为前阵子刚跟国安刚打完这个亚冠的小组赛的首场比赛，但是李可呢确确实实啊感觉呢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尤其是打什么弱队的时候啊，像比自己弱的队，李可呢就是没有什么组织控制和传球助攻什么的，他就是一个不会传球的坎特。你说你要打强队啊，可能啊李可能上去扛一扛，你打这弱的呢需要脚下生花的时候他没有，所以呢索性啊李铁说你先歇一歇吧啊，杀鸡焉用宰牛刀啊，你也不用，因为我们也不用太玩命跟人扛，你关岛你跟他干天天扛干嘛呀，你不扛他他都知道躲你啊，马尔代夫你想想他都到你这儿了啊。所以呢李可呢这种就比较单一的队员他就没用。不仅李可没用，谁没用啊？买提江也没用，蔡瑞康也没用，等于说这三个防守型的后腰啊都没用啊，不用。表明什么呢？这俩队根本不用那么在意防守，干死他们啊。所以李铁的自信就在于他李可、蔡瑞康啊，这个买提江啊，这三个防守型的中场都给这次不掉。还有这北京国安那新引进的杨帆啊，身体也不错，这次也不用啊。还有这个能拼骁勇善战的吉祥不用。表明什么呀？李铁要在这俩队身上玩技术活，说我天天没事我老靠抢靠拼，我赢你马尔代夫赢你这个关岛有必要吗？啊，有必要吗？是不是？我们一顿踢他看，一顿传接技术金光五四弄死你不完事儿吗？明白吗？就说明啊这一次相当的这个自信啊。所以是池忠国，吴曦、蒿俊闵，这是曾经里皮手下的这个用过的这个中场三角。那么在这个池忠国这个位置上呢，还可以有他的爱将李航啊，李航啊，还有李航是跟着他一直，最早李航是在是不是广州的广东的吧，恒大的吧，李航啊，然后去的河北华夏幸福跟着李铁，然后又跟着李铁一块儿去这个武汉卓尔啊，肖智好像据说是伤了啊。说这里边怎么小一这里边怎么还有人说这个放屁呢？我不知道这放屁是什么意思呢。我把这个放屁，我让他给他，我给他拉黑，我让他在自己被窝里放屁啊。好像是武汉的，我知道，我一直在武汉是吧，啊，一直在武汉的是吧，
啊，行，李航，武汉的，行啊，我错了。啊，李航，武汉的，现在隔离呢，是吧？但李航是不是在华夏幸福踢过呀？原来华夏幸福的是吗？啊，我知道，不是我，哎，我就说李航最早是哪儿的？最早啊，幼儿园的是，行了，甭管是哪儿的呗，是不是跟着李铁从河北去的武汉？是不是这意思啊？那不就完了吗？不就是完了吗？从华夏幸福去的武汉，怎么这事儿弄不清楚了呢？你看，再重新捋一遍啊！我说500，你说1000，我说1500，你说2500、3000、5000，有人说是苏宁的是吧？行，你们家的行，好了，李航啊，还有一个就徐新。这个徐新呢，我是没弄明白。你说里皮在的时候吧，有徐新带着25个人带着他，最后选23个没了。有时候带24个带着他，最后选23个没他，但是总得带着。这次好，李铁说这个也带着吧。我估计啊，徐新这生辰八字啊，可能看着像个吉祥数字啊，带着呗，反正能不能用，反正再说啊。所以徐新这次又进来了，啊，徐新呢是马竞这个名宿，啊，回国好几年了，没怎么打比赛，但是年薪8亿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啊，所以后腰这位置上就池忠国、李行，不是李行啊，李航，啊，加上徐新，啊，这仨，然后呢就是中场蒿俊闵、吴曦，再加上两个能跑的，一个叫金敬道。金敬道呢是踢着踢着伤了，伤了之后呢集训没来，就这次又来了，啊，所以金敬道呢是符合李铁的这个跑不死的。你别忘了李铁当年外号叫跑不死，凡是能跑的，因为人嘛找像自己的人，啊，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最棒的，潜意识里边哥们最棒，李铁就是中国球员里面我最棒，郝海东什么人也一般，啊，孙继海凑合，我一个人我覆盖中场。面积90多平方米，啊，能接的全给接上。楼上面有花园，有游泳池，楼道里站英国管家，戴假发，特绅士那种。业主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他跟人说一句"没 happy sir"，一口地道英国伦敦腔，倍儿有面子。社区里建所，贵族学校教材用哈佛的，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再建一所美国诊所，24小时候诊就一个字儿贵。看感冒就打招呼，你说这样的公寓一平米得卖多少钱？我就怎么2000万美金吧，2000万，那成本4000万起，你还别怪还不打折。那研究业务就够，我心里愿意2000美金买房，业主根本不在乎多赚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买什么都好的。所以金敬道像刘云这样的，带着，中场。不行，就还有张稀哲，张稀哲。其实张稀哲呢，在这个433体系里边啊，在里皮时代啊，他老是他也很带着不让打，为什么呢？让他干嘛呢？小一这边卡了是吧？小斗这边不卡是吧？咋回事呢？是俩人抢信号了。张稀哲呢？当时呢，因为吴磊啊，老是就是快上课打铃了才来，因为人物，因为李吴磊那边本身人是欧洲职业的，是不是？那么之前呢，这训练怎么办呢？吴磊不来呀，还是主力，就让张稀哲扮演吴磊，主要就是一个配角，相当于一个替身，就是相当于范冰冰没那么多功夫拍戏，所以找一个裸替，不是裸替呀。有时也可以是裸替，就是找一替身儿，先跟着演着，就不拍正面呗，不拍特写，
先演着，然后等范冰冰来了，把衣服一脱，不是把那个行动一放，完了就直接就开始拍完了，一二三四五，开拍拍拍拍走，啊，就这样。这张稀哲呢，就是扮的这个角色啊。但是在这个李铁的这个打东亚杯的时候，就带着张稀哲，啊，张稀哲呢就是一个中场核心的角色。所以什么时候无锡李铁无锡蒿俊闵张稀哲这哥仨要是在场上，我觉得有一配啊，有一配啊。那么在前锋线上呢，两个边儿，一个 B 边肯定是留给吴磊的啊，这个都不用想，肯定是吴磊啊。比方右边是吴磊，但是也得给吴磊呢配点什么呢？配个类似于这个，我不吃是吧？啊，你也得给吴磊配个这个替补啊，比方右路边路的谁呢？谭龙，谭龙啊，这东亚杯打得不错啊，后来呢没招的啊，再回来30多岁了啊，勤勤恳恳。还有冯进啊，这按说冯进呢是踢得不怎么地，但是呢李铁呢可能啊对冯进就是情有毒，情有毒啊，就是情有独钟啊，是吧？我记得好像东亚四强赛第一场就让他踢首发，他给换下去了，但是这次呢又给带来了。然后就是刘彬彬，因为没有了韦豪曹云定，是吧？韦豪曹云定俩人受伤没来，那么得有快的，谁快呢？冯进算比较快的，刘彬彬算比较快的。然后剩下的就是杨旭中锋，董学生中锋，艾克森不知道什么锋，完李皮呢老让他左边锋啊，那李铁怎么用他，到时候再看啊。这就是这个26个人名单，也没什么新鲜的啊，都是跟他打过电话的啊，都是跟李铁一块打过电话啊，签过字画过押的，就是已经入了队的，相当于。按说呢中国队啊，就即使是就是这个阵容，有人说这个阵容好像差点意思，是吧？因为你以前呢，你比方说你一听有冯潇霆啊，什么什么什么李学鹏，是吧？像这个啊，相对来讲呢，可能什么什么肖智，是吧？这还凑合，韦世豪、曹云定，现在没有了啊。梅方我不知道为什么给放弃了呢？梅方啊，梅方，我记着李铁当时东亚杯的时候，那家伙梅方。也是后防核心的啊，反正就这么样啊。梅方伤了是吧？啊，我说的嘛。所以李铁的人呢，还是人马还是挺充足的。这次备战呢，没有什么，就是压力不大啊，因为这个马尔代夫啊。关岛啊，实话说啊，不会给中国队形成特别实质的威胁。但是你踢不好啊，也可能费劲啊，路易斯费劲，但是不至于说我最后我这大冷门啊，我被逼平了啊，我还输了。那要那样的话，我说实话，那李铁啊，就责无旁贷啊。我说句实话，我去带。也不可能说输给马尔代夫，输给这个关岛，你说是不是啊？就让他们自己踢啊！我就头天晚上我跟他们我就那个小蒿啊，小蒿、小吴、小吴锡、西哲，你们仨商量一下，加上林鹏、大宝，你们几个商量一下，看明天怎么踢。我先回去睡觉去啊。你让他们自己商量着踢，也不可能说输给马尔代夫，输给这个是不是？还是主场对马尔代夫，也不是主场啊，就是不至少不用去他们那个主场，啊，在泰国。所以呢，无非呢就是这次呢集训完了打两场比赛，为的还是小组赛对这个叙利亚。啊，这个比赛，你无论怎么着，你就说小组第二出线，
那么你主场对叙利亚，你得拿下来，对不对？你叙利亚你都拿下来，你拿什么？你要被叙利亚给双杀了，然后你还想进世界杯，那你进世界杯，叙利亚怎么办？是不是？叙利亚能不能服气？啊，鸡怎么看？鹅怎么看你们？嗯，董哥我爱你。你看这边，小斗这边就表达比较直接。天海我不清楚，嗯，天海真的不知道，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名单的事就聊到这儿吧。接下来聊聊吴磊。这个吴磊这场比赛给大家给看的有点恍惚，吴磊到底是踢什么呢？你说踢前锋的、边锋的，怎么打一场右后卫呢？没办法啊，一来呢，西班牙这个队啊，而且中了邪一样啊，你有几个队员吧，你也不知道他是傻还是精。惊啥惊啥的，傻惊傻惊的，啊！20多分钟两张黄牌给干下去了，这球还怎么踢呢？没法踢，啊，没法踢。所以整个的战略部署全都弄拧了，全都弄拧了，啊！你本来你设计的是，下午放学约出来，说先去个奶茶店，是吧？然后再去吃一顿日本料理，完了再看场电影。是吧？11:30左右出来，完了再看情况再说。你是设计的是这样的，结果呢，刚喝完奶茶，还没吃饭呢，尿裤子了，裤子湿了，所以赶紧回去找换裤子去了，就后边的就没了呀，就纯属于就是应付，明白吗？别被那么多人看见尿裤子了。还有什么心情去吃饭呢？还看电影？看什么电影？自己都快成电影了。所以呢，这场比赛对于这个吴磊来讲，也实在是太难了。啊，进攻还得上去，其实上去也没什么用，因为打不上去。防守必须得回来。等最后呢，把李铁把那个吴磊啊调到锋线上去，中锋。马上这边右边就漏了，所以后来证明呢，吴磊是一个非常好的右后卫，啊，非常好的右后卫，别被克洛普看见。克洛普说正给这罗纳德阿诺德正给阿诺德找替补呢，这要是看上吴磊，妈还得从西甲去英超。嗯，安诺德对，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西班牙呀、意大利呀，这帮孙子有时候踢球吧，他还是有点就是鸡肋，就是这种拉丁人啊，实话说，欧洲拉丁人。还是有时候有点鸡肋，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中国人呢，不是说特别特别，友好。其实德国人还可以，英国人也还凑合。就是这些西班牙、意大利的，这是你妈意大利小偷专他妈偷中国人的东西，这帮孙子！你不信，你问问这个姬宇阳。姬宇阳跟我一块儿在米兰五月广场旁边的一个。麦当劳啊，就那就是我们俩占了一个座，情侣座，对面对面的，挺高的。然后呢，小鸡就说呢，你在这儿看着，你在这儿占着座，我去买去。我说行。他把包
放在我这脚底下了。然后呢，他就去排队去了，我就站在这座。然后呢，他回来了，对，买了两份，我们就吃，吃着吃着，他这餐巾纸没有。你说像咱们这老爷们儿吃这东西有什么餐巾纸呢？抹一下不就完了吗？是吧？但是上海人，他其实也不上海人，但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比较讲究，比较讲究啊。他一看，嘴角上挂着点奶酪，啊，还是西红柿，我也弄不清楚，就是番茄酱。然后呢，你看我肯定接着吃就完了呗。他不行，那我去拿个餐巾纸去啊。我说行，他就去拿餐巾纸去了。他起身拿餐巾纸了。就这么点功夫，就跟这么感染这新冠状病毒15秒，一共就15秒，就去超市，你想说回来了，你再回家一热了，哎呦，137.6度啊，就这15秒钟，他现在一回来，我们继续吃，吃着吃着呢，他就说，哎，我包呢，我操，我说媳妇，我说你什么？他说我包呢，我说你包。我说你问这儿门子钉的包吗？我这儿的包在这儿。他说，哦，我那包呢？我说你那包就脚底下的吗？没了。你说为什么他发现包没了吗？因为他租了一个移动 WiFi。 你像我出去啊，30块钱一天，你也出去不是半年，你就一天30封顶吗？完事儿吗？他不行，他会算计，他租了一个移动 WiFi， 然后他就拿手机上网，一边吃着薯条、鸡翅、鸡腿堡。哎，我怎么没信号了呢？没信号了，可不是吗？你们移动 WiFi 在包里面，包已经在100多米以外了，可不是没信号了吗？他再一找包没了，你看意大利小偷真他妈狠，真的。特别狠，然后他就懵了，包里面有护照，啊，还有当天那个晚上的那个欧冠决赛的球票，懵了。我也丢过东西，有时候刚丢东西，如果数额比较大或者很重要的，有时候会凉，发凉啊，整个身体是发凉的。你有没有感觉吗？丢过东西吗？就是脑懵一下吧，那有点凉，很冷，有点冷，哪儿去了呢？是吧？有没有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有时候你比方说你不憋一泡屎，找不着厕所的时候，有时候越来越冷。你有没有冷的感觉？冷啊，是吧？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西班牙，因为我在西班牙遭过种族歧视，这个有很多我就是老的朋友们应该了解。2003年2002年年底吧，2002年年底2003年年初，我在西班牙遭受过种族歧视啊，后来还登报了啊，就是董路等3位中国记者西班牙街头啊，这个恶斗歹徒啊，有刀，对，有刀。这故事就不讲了啊，因为有的朋友已经听过，就是西班牙、意大利实际上还是有他们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对于这个亚洲啊，或者对于中国啊，有不友好的地方，真的。所以虽然说吴磊已经是极力的去融入，真的就差天天请他们吃饭了，但这帮眼睛里面其实对他不是吴磊的问题，他是还是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有点歧视，真的。
你看意大利就是歧视黑人，是吧？西班牙，你看英国就很少，英国就很少啊，意大利的种族歧视，西班牙的这种。李鑫呢，所以西班牙人呢受八九是要降级了。倒数第一是吧，差五分。这边怎么停了呢？小一这边已经弹幕没了，估计死机了。我这阵子呢，我老看这个左小将过去的比赛啊，其实我发现真的吴磊这样类型的要在左小将，就换句话说吧，如果有一个十岁的跟吴磊一样能会跑位的孩子在左小将，他能进球进太多了。我们啊，其实孩子里边能传出球的会传，但是因为没人跑，所以呢渐渐的就用进废退，是吧？没人用，老不用，慌了，上锈了。你要是老有吴磊那样会跑位的，刷刷老在旁边跑，那我们无论是邝兆雷啊、江景琦老二啊，还是后边什么小南啊、什么小戴、小杜什么的，都能传出身后来，包括尼奥。所以我这阵子一直在群里边就跟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些孩子在不断的强调着无球跑动，像吴磊哥哥一样去跑位。因为我们即使这样，我们也打出了很多这种身后球，这要是吴磊在左小将，这样的进球能多三倍啊。那么换过头来，回过头来呢，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呢，给吴磊炮弹太少了，就是这个队友呢传球啊，有的时候是这样，他不是说在场上啊，他有的时候他就是说我刻意的不给你传球，不是，他不是说刻意不给你传球，但是他眼睛里面没有你，他不是不想给你，他看不见你，他说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我呢？我在这儿呢。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你们班有四十多个女生，你眼睛里面有多少个？其实都在你眼睛里，但是你真正看见的不就那三十多个吗？是不是？就这个意思，他不是说我故意的，我不看你啊，不是，看不见。那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心里没有，就看不见。你看一直播上的朋友，他能老能看见我，对不对？最后太烦了，完了天天嘛也有时候也就等着发车，完了睡觉。微博也不看了，看了也不点赞也不留言，每次都他妈说，我说要有一万个赞我发车，点吧，叮咣五四的，七的八大姨的都号召点。平常熟视无睹，因为什么？心里面已经熟了，太熟了，这叫视而不见。小一这小一是这种情况，小斗那是不认识，人是真不认识。小斗这今天我这录了，我就配个音，你妈一些人家认识我的人一听就是我的声嘛，对不对？结果还有不少留言，这是东北大鹌鹑吗？我操！我说什么什么什么大鹌鹑、大驴鹑还是什么？那什么哪谁跟谁呀？我说我叫董路，我配的，跟他们东北大鹌鹑大秧歌的没关系，不懂，他们不认识我，明白吗？他们不认识。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从骨子里边的信任和认可的事儿。如果认可你，那么就都有；如果不认可，你就天天在他眼皮底下晃。吴磊天天叉叉叉往玩命跑，啊，四处穿插，但人家就看不见，这就没办法。所以吴磊在西班牙人的生存是挺艰难的，
是挺艰难的。你想来来回回换多少个教练了，你就琢磨换多少个教练了。女为悦己者容啊，是吧？但你不能说你这一会儿这客人刚来刚坐下，我刚适应你的打法走了，来新的一波客人。前一波喜欢玩骰子，后一波喜欢喝酒，这谁受得？第三波又来了，刚适应喝酒，第三波来了就是跳舞。你说这一晚上，你说得折腾成什么样？你说给吴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这好不容易适应完了又走了，哎，不好弄。你看这边。你进来了，你是谁呀？有人留言，你是谁呀？萍水相逢，好吗？不必问我是谁。啊，可惜吧，啊，我堂堂一只王，我他妈在这儿上，人家问我你是谁呀？所以你必须得说，我们生存的是一个世界，是吗？但是其实我们。所处的是不同的世界，真的是处的不同的世界。所以我现在等于说我现在是在两个世界啊，平行不交叉的世界啊，我在体验这种生活。好了，因为有没有多少这个小孩踢球的，是吧？有没有这个自己孩子踢球练球的？我给你讲讲啊，就是从我简单讲一讲啊，因为还有20来分钟就收摊睡觉。中国的孩子呀，未来呢踢球呢，一定要了解一下中国人呢踢球的弱点啊。中国人踢球其实是有弱点的。有的人表面上看着停球不好，技术基本功不行，其实这都不是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基本上呢就离这个踢球啊本质上的东西呢有点远。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足球文化，就没有这个文化的熏陶，对吧？你说你在云南，说你每天没事你老吃冻梨，你这不扯淡的吗？是吧？你说你在东北没事弄个俩榴莲在那啃着，俩再能弄俩椰子，你大街上的，你12月份你递俩椰子街上走，东北的，你不扯呢吗？你不是海南的。所以呢这就是不同的文化习惯。所以中国人有一些习惯呢是跟足球呢是拧着的啊。小抖上呢老有人问，为什么你发这个视频，他们是特逗啊。小抖上的人看足球小将的视频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刷的啊，又刷着了，哎我擦，踢得不错呀，哪日本的韩国的呀，哎我去中国的呀，哎呀我去还赢了是吗？改年龄肯定的，改年龄的肯定的啊，没改年龄你比人高那么多呢，你他妈比武大郎高多少呢？潘金莲就跟你了，是吧？完了改年龄，完了那个什么，完了对手是兴趣班，肯定的不会踢。哎呦，职业梯队，那怎么的？哎呀，中国人呢？哎呦，啊，有钱吧？是不是有钱？没有，你肯定是走后门。有钱没钱都是普通家庭啊，是吗？嗯，踢得不错是吧？还赢了，完了还。没有钱，完了不是走后门的，没有关系，怎么喷呢？那行，现在行，小时候肯定行，长大肯定不行。长大肯定，为什么呢？因为一碰见金钱美女就完，进不了国家队，体制会玩死他的，国足骂咧咧退出群聊。哎呀，就小抖儿那人就这样，就跟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呀，哎呀，我天哪！就这样，那天天的就这一看，这比对方大2岁吧？我操！我实在看不过去。我说刘，我说大哥，你火眼金睛。我说你一下能看出大，
但我说实话，你看少了，大15岁，我给他留个言。结果他回复，不可能，大哥，你别骗我，怎么可能大15岁呢？你别跟我开玩笑啊。哎呦我操！我说什么时候让小医生的人、小岛上的人玩一场辩论，关于足球的辩论？真的，我觉得小岛人能把小医人气死，不偿命。真的。哎呦我哪儿的，哎踢不错，哎我想还是哪儿的，日本韩国的，哎呦中国的改年龄肯定的，你别人高啊，别人高就改年龄必须的，现在踢不好，现在踢好没用，张仲勇、张仲宁、华佗、李时珍、孙思邈、神农、郭富城，是吧？就是小一呢，就小斗上的群众呢，还处于商仲勇，不是黑我们收钱了打脸了马后炮，商仲勇、张仲景、华佗、李时珍、孙思邈、神农、张学友、郭富城，都还属于这个阶段啊。小斗上的这小斗上的人是这样，小医生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脸皮厚嘛，对吧？反正车上3年了，因为收费车从来不上。啊，瓜子儿从来不买啊，色儿从来不打，反正我就这么混。你什么时候发就发，不发拉倒。什么时候发我，什么时候看完我睡觉。我上你车，我你不发车，我就上我媳妇车，一样。小一的朋友是这样的，董老师，你用的什么收音设备？你看没有？你看人小斗人观众就问的，多专业，问我是什么设备。首先了解我这直播的设备，没设备，就是手机，什么都设备都没有。真的，我这不骗你，我不信我你我不信你，我先拿哪个呢？我拿小斗给你看看，我就是，你看没有？有啥设备？有设备吗？你俩对着一穿，你看，没设备。我知道在你们这儿就讲究设备是吧，弄个声卡什么的，为什么这人们唱歌都好听啊？全他妈是效果，哪有我这个直接我全是自己的。是吧，我们这都全都是就全就是随便来。
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边，从未走远。好吧，咱们那个，打一个鼓的下车行吗？好吧。我刚才我还要对我，所以说啊，中国足球的弱点啊，我现在跟你说啊，你就明白。我们呢改变不了，中国足球没有文化。老有人说，小斗的朋友老问，说为什么你们像小时候踢得好，长大就不行了呢？很简单，你小时候也挺好，你现在行吗？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大家都挺好，那么再往后呢，是因为你要受到社会文化教育方方面面的制约，对不对？人家从10岁到19岁，人家在欧洲那个足球的海洋当中徜徉，咱们呢？人家这9年10年踢了多少比赛，咱们呢？人家每天所接受的这种足球的理念文化教育熏陶，咱们呢？那不必然踢不过吗？很简单吗？对吧？是不是？所以呢，有些事情啊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但是你一直呢弄不明白？所以我一直想告诉你，是不是？这边的朋友呢基本上都明白了，这边的还没怎么明白。所以呢，中国小孩要踢球得改变。第一，学会喊，学会喊。中国人不说话，老踢哑巴球，必须得喊啊，真的得喊，学从小就得学会喊，不能闷着，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学会观察。我从来不观察踢球，看球。你很多人看球就盯着球看，所以踢球也盯着球。所以中国人踢球这视野特别窄。第三，跑起来，我们的无球跑动不行，为什么？也是因为没有观察，就觉得就是球、对手、我就这三个人的关系，那哪行啊？观察，观察什么呀？对，观察队友的位置、对手的位置、球的位置、球门的位置，这个观察才能明白你往哪儿去。所以中国的小孩别的先别练什么技术，得颠球停球，不用不用，先学会喊。第二，学会看观察。第三，学会这个无球跑动技术，你糙点，但是你能在正确的位置上就没问题，明白吗？不是说所有的最后成功的体现人生价值的都是行家里手，不见得，恰恰是因为他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明白吗？位置很关键 position。 不是说有能人，说民间有能人，民间那些能人为什么没有在社会上真正的体现价值呢？是因为他没找准位置，他没找到位置，找到了位置他就是大明星，有可能。所以你的孩子或者你未来的孩子想要踢球，从小就先练他这三点，把这三点做到了，我告诉你，就是他停球10米远他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球员。呼喊、观察、跑动，就这三点。三点能做到，说明他脑子够用。
脑子不够用的光喊了，那有都喊麦的，那能一样吗？是吧？观察，观察得分析思考，然后才能知道往哪儿跑，对不对？先把这三点做到了，100%踢职业，记住，100%能踢上中国的职业。但你说还有一点，就是别脚后跟跑步啊，别脚后跟跑步，走路别顺拐就可以，就可以。好吗？行了，今天聊得挺愉快，咱们最后打个鼓，然后就再见吧。明天晚上还有欧冠什么的吧，但是反正我这礼拜不解说。算民的话是有点扰，但是除了我们家人真扰不着，周围没有人，流浪猫流浪狗就在，没有人，很离得很远。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孩子呀，他在家里边颠球，他发一视频爹就说，你照顾点楼下的人行吗？你从小是没有功德呢。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他们楼下是他们家地下室，那你这楼上的你楼上也能传过去，他们家楼上是他们家二楼，那你这你改年龄。对，好吗？行了，今天这个就聊到这儿吧，好吗？小一小斗，好吗？祝大家都能够那个心情愉快，好吗？再见了。